卢斯妈妈，你旁边牌子写睡姿太可爱。对，当初是因为他大概8个月左右有一个影片，就是他在打瞌睡，就是只有穿尿布，然后就打瞌睡，那影片就是被转载，觉得他很可爱这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卢斯来看一下你的影片哦。那是谁？鲁斯，那是谁？你哦。你现在几岁？3岁。我快10岁了。哦，他讲话好成熟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可能还没有很会说话，对，快要4岁了。哎，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都好会说话。对啊。鲁斯，你现在还会打瞌睡吗？不会了。啊，你现在还会从椅子上跌倒下去吗？不会，不会啊！他忘记了。平常喜欢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那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觉得 T 的哥哥帅吗？帅。对呀。没有。没有。有吗？有。有。还好。OK。帅。我做你男朋友好不好？他是男生。他是弟弟。鲁斯是弟弟。对不起，鲁斯，你太可爱，我刚以为你是女生呢，秀气。那你刚刚是不是也以为她是女生，才问她我帅不帅啊？我没有。那你认识蝴蝶姐姐吗？不认识。你没有吸到这个族群吗？我认识卡乐姐姐。什么？是卡乐姐姐。哦。厉害。她叫我新名字。可以吗？很好。很好。欢迎你哦，鲁斯。欢迎你。